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侯明轩。随着手机拍摄功能越来越强大，许多人都通过拍摄视频来记录生活，但是手持拍摄画面往往存在抖动不够平稳的问题。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呢？这是一台便携式摄影车，它只有手掌大小，由三个轮子和一个机身组成。摄影车单轮的一侧负责提供动力，双轮的一侧用于保持摄影车整体的平衡性。不论设备是手机还是单反相机，摄影车都能轻松装载，帮助人们拍摄出稳定丝滑的移动画面。如果您认为口袋摄影车只能直线移动拍摄简单的画面，那您可就太小瞧它了。通过轮子，除了可以保持平衡，使摄影车完成稳定直线拍摄外，还采用了可调节设计。通过改变它们的偏转刻度，摄影车还会做出内曲线运动及外曲线运动，拍摄出不同效果的环绕运动画面。除此之外，搭配上手机程序的远程控制，人们可以自由控制摄影车的移动方向和速度。选择无极变速功能，可以使摄影车运动过程中自由变换移动速度。利用远程控制功能，还可以选择 AB 两点坐标进行定位，拍摄出有趣的运动延时画面。这些借助口袋摄影车拍摄的画面是不是很有意思呢？那您知道口袋摄影车是如何做到体积小巧就能够拍摄出稳定的画面吗？摄影车内置了一个低分贝强力电机，配合转动轮上的橡胶圈，就能最大程度上让摄影车几乎零噪音匀速移动，拍摄出平稳的画面。口袋摄影车虽然只有手掌大小，但也称得上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通过巧妙的设计和丰富的功能，让没有系统学习过摄影知识的普通人也能拍摄出精彩的内容。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便携式建模仪。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郭申玉。今天我要去体验一款很有科幻属性的设备，它可以帮助我们在虚拟空间快速构建真实世界的数字分身。它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便携式建模仪一体集成了激光雷达、全景相机、高精度惯性导航系统等模块，通过智能重建算法做到实时生成真彩三维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数字分身。我们所说的数字分身啊，其实就是与真实物体空间数据相对应的数字模型。快速获取物体的三维信息并完成建模，说起来轻松，实际操作有没有这么简单呢？我赶紧去体验一下。您好。哎，您好，这是我们的扫描设备。扫描期间呢，您只要拿在手里，点击开机键，让它保持扫描状态就可以了。来，您试一下。好的。
便携式建模仪主要由激光雷达通过探测激光束计算得出物体的三维数据，同时根据全景相机获取对应图像、细节纹理等信息，结合惯性导航系统收集的物体运动状态，经时钟同步及时定位与地图构建处理，从而实现实时生成三维模型。大家看啊，这就是我今天工作的成果了。在三维模型中，道路、植物、建筑这些不同元素都被精确地区分开来。基于可远程实时监测建模成果的特性，在应急安防、地质勘察等工作中，它也可以帮助工作人员快速掌握陌生复杂地形的详细情况，排除安全隐患。便携式建模仪构建的数字分身还能够与设计图纸比对，帮助城市进行规划设计、建设施工和质量校验，或者通过精确的三维数据确认林木种类、数量、生长情况，协助园林部门进行林业资源管理。广泛的应用场景和便捷的操作模式，有没有让大家感觉到科技确实已经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呢？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三维建模仪将被应用于更多行业，为我们的工作生活提供帮助。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智控代步车，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慧敏。代步车可以帮助行动不便的人出行，但是在使用的时候，有时会需要家人的协助或照看。今天我们来看一款特殊的代步车，不仅可以轻松上手，还能时刻守护出行安全。这是一款可以帮助人们舒适出行的智控代步车。将手机与代步车连接成功后，用户就可以轻松操控不远处的代步车来到自己身旁。一键展开，省去了人为寻找、挪动、展开代步车的动作。同时，还可以通过配套软件设定各类驾驶参数，满足使用者的个性化需求。不管我们之前对于电动代步车的熟悉程度如何，都不用担心，因为这款代步车配有新手模式，支持智能调速，可以快速上手。走，我们现在就出发。智能调速功能开启后，内置的传感器会根据路况自主识别当前的车体行驶姿态，如果判断车体为颠簸，车载智能控制系统就会同步控制车体减速，保障安全及驾驶体验。经过短短的时间，我就已经能熟练使用这款电动折叠代步车了。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很多家人会担心不能及时了解到使用者在外的各种突发情况，这个难题又该如何解决呢？这款智控代步车专门配备了远程呼叫系统，可以记录代步车数据，后台进行。代步车的中枢控制系统还可以做到智能启停，在起步前对电机施加一定的预警力，可以实现各种路况上的柔性起步效果，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时尚的外形、便捷的功能设计，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代步车使用者体验到这款新型代步车带来的便利，也为他们的自由出行带来更多可能。